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200页，200页。倒数第四行，看注解，这是《易经》宗趣啊，方便利用的最后一段，综上两书。前面两种说法，故知本经以发菩提心，以向专念为宗。宗是修学的宗要。全贤良徒导师，设法如来之本性。弥陀无尽大悲的深愿，方便至极的大慈，利用难思的果德，我们就看到此地。从前面两种说法，我们就明了了。本经是以发菩提心，以向专念为宗。弥陀经属这个要解，欧耶大师的。将这两句更简单的融成一句。印光大师非常赞叹。他把这两句8个字融成信愿持名。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更简单，更直接，说明这个法门不但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这是一切法里面的大宗持法门，确确实实是三根菩
苦悲利敦全受啊，只要你具足这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成佛的。而且就在这一生，不要经很长的时间啊，多生多劫没有必要，一生就圆满成就了。一生圆满成就的法门只有这一门，没有第二门。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才能够符合本宗修学的条件，那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什么样根性人能成就？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各行各业，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个个都是这个法门的当机者。啊，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果然是经论上所说的老实、听话、正干。啊，这六个字是中国自古以来四乘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老师不教你。但是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不多，那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确实不多，但是真有成就。早年地贤老和尚有一个做锅炉匠的徒弟，他就具备这个条件。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生长在农村，非常辛苦，家境清寒，啊，在农村里头住，没有土地，连务农条件都不去做，啊，学个锅炉匠，不过。不晚，抗战时候还有这种行业，现在没有了。啊，抗战时期我们还见过，啊，他跟地贤法师是同乡，小时候在农村里一起长大的，啊，地贤法师的家境比较好，读过书，啊，学过做买卖，学过生意，以后啊出家了，啊，出家了讲经教学。啊，成为一代的宗师。啊，他也是找了很久，找到了，看到出家不错，啊，生活不必那么辛苦，
要求出家。地老跟他说，你40多岁了，来不及了。啊，出家住在寺庙里头，最低限度五堂功课要会做。你看你这个笨头笨脑，你学不会呀。啊，讲经说法你不认识字，现在学都来不及了。啊，可是他一定要求，啊，非答应不可。最后老和尚被逼跟他谈条件。啊，这郭罗江说行，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听。啊，这样就给他剃度了。剃度之后寺庙里不能住。到宁波乡下找了一个废弃了的小庙。啊，那个时候乡下很多。农村的小庙没人住了，废弃了，找这么一个地方让他住。乡下还有一些信徒，找几个人护持他，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菜。哎，也找到一个老太太，念佛的老太太，照顾他生活，就难得了。啊，早餐他自理。中午跟晚餐，老太太给他照顾他，给他洗衣服。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跟他讲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他真听话，真老实。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3年，欲知实质往生了，站着往生的功夫算不错了。啊，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对他非常赞叹，你总算没有白出家，啊，真有成就，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啊，他成功的条件就是老实、听话、正干，不折不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一些念佛念佛的人有没有见佛？肯定有些不只见一次。啊，见佛佛一定告诉他你还有多少年寿命，等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你往生，等于受记呀。啊，可是有一等人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现在就要跟佛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很慈悲，没有不答应的。啊，所以我们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那些往生的人。超过半数大概都是3年往生，啊，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同参道友的荣法师，啊，也都走了。他常听我讲经，
提出这个问题来。他看《往生传》《净土圣贤录》有怀疑，我说你怀疑什么？他说这么多人三年都往生了，是不是寿命都到了？好像这个不太可能啊！我告诉他，我真的，如果说都是三年，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几个人可能，那么多人，逻辑上讲不通啊！那怎么会死心呢？他还有寿命的不要了。我今天难得见到佛啊，我就哀求佛菩萨现在带我走啊！啊，往后寿命不要了，佛一定会带他走，这才合乎逻辑，才能讲得通啊。那换一句话说，凡夫取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去作福需要多少时间？三年足够了。而且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啊，过去现在啊，现在我们有很多同学念佛往生，三年往生，不少啊！啊，而且这些往生的人都有本事，那就是没有生病，一切非常正常，走的时候自自然然走了，啊，有站着走的，有坐着走的。啊，我们亲眼看到的，这怎么能骗人？啊，他知道他哪一天走，他也不告诉任何人，告诉人惹麻烦。为什么？也干扰你。啊，不需要助念，助念也会受干扰。啊，所以他自自然然往生。我们在美国见到一个，这大概差不多20年前了，就在旧金山。啊，一位老太太，念佛三年。啊，老太太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结婚，生了一个孙子，啊，儿子生了小孩。老太太在台湾，把母亲接到美国去带小孩，啊，照顾家庭生活。那个时候老太太60-70岁还行啊，住了三年，小孩长大了，可以上幼儿园了，儿子媳妇都有工作，白天就是他一个人，他是个念佛人，这个环境好啊，没有人打搅他啊，邻居是外国人，说话不通，语言不通，没有往来，这么一个清净环境，这就是他的道场，念佛不间断啊。往生的这一天啊，因为每天早晨都是老太太很早起来把早饭准备好了啊，儿子媳妇孙子起来之后就会吃饭，吃完饭上学啊，上班去了
啊，这一天早晨啊，老太太没起来，没人烧饭，啊，感到很压抑，把老太太房门推开，她穿着海青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叫她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晚上走的，几点钟走的不知道，啊，床铺旁边留的有遗嘱，写得很长，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都做好了，啊，都摆在旁边，后事都准备好了。从这个方面来看，至少三个月之前他就知道，要不然就准备不没这么周到啊。啊，这个时候儿子打电话通知老太太的朋友们，念佛的朋友们，大家都到家里来看，帮助他办后事，没有一个不佩服啊。啊，在家居士在美国住了三年的这么好的成就，他也在台湾可能做不到，为什么？朋友多了，往来多了，在美国没人给他讲话啊，除了念佛之外他没有别的事情，语言不一样啊。啊，儿子接他妈妈到美国，没有想到这最殊胜的缘分让他妈妈能够平平安安自在往生，这是他没想到的事情。啊，美国有这样的环境，就看你自己会不会用。啊，真正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三年功成了，啊，他才能做到。啊，在台湾也有，40多年前我们遇到一位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站着我生，啊，也是三年。这个老太太家庭非常红，儿女孝顺，他没有跟任何人讲，啊，怕干扰，啊，下午吃完饭的时候走了，啊，吃完饭的时候他告诉他儿子媳妇家人，你们先吃饭，我要洗个澡，啊，他真的洗澡了，换了衣服，啊，家人等了很久还没出来，去看看，真的换了衣服，啊，喊人没有人答应，啊，结果看家里有个小佛堂，老太太穿着海青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站在不动，啊，儿子喊他没有人答，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站着走的，三年了。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现代学佛人最好的朋友。啊，南阳来佛寺，这三位
真正有成就的人为我们表法，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前面我提过几次，年代记不清楚了，把先后顺序都搞错了啊。第一个往生是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啊，他是在1958年往生，那个时候他86岁，当时海贤老和尚才只有57岁。啊，这个报告里头讲得很清楚，老和尚的母亲与之失之啊，晚年家里兄弟姐妹都过世了，老和尚把他接到寺院里面来供养，跟大家一起念佛。啊，这一年呢，他突然告诉海贤法师要回老家，坚持要回老家。啊，海贤老和尚很孝顺，就陪他回老家。啊，往生这一天他也没说。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吩咐老和尚把他的女儿、侄女、家里的亲人统统找来，啊，在一起吃饭，这就是家庭的团圆，啊，最后的团圆。吃完饭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跟大家说：“我走了，欢欢喜喜的我走了。”一句话说了，头一歪，真走了，不是普通人了。啊，你看看，走之前还在厨房工作。啊，欢欢喜喜，看到大家都欢喜，告辞就走了，欢欢喜喜走了。啊，这才知道，他母亲往生，要他家里的亲人个个看见，然后你就会真念佛，你就会真正想，我这样走自在呀。没有病苦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走啊，啊，没有丝毫牵挂啊。那么当时环境很困难啊，家境穷苦，寺庙是乡下小庙，烧香香火很少啊，收入很困难，全靠老和尚自己耕种啊，维持温饱。所以用很薄的木板钉了一个棺材，把他妈妈埋葬了啊。老和尚心里对这桩事情感到歉疚啊，对不起母亲，但条件实在做不到。8年之后，环境好转了，他想把他的母亲改葬，啊，把坟墓挖出来，棺材打开，人不见了，棺材里头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
这个事情在中国记载里头，大摩祖师是这样的。大摩祖师埋葬之后，过了半年，有人从西域回来，设在回域西域见到大摩。啊，大摩祖师一只脚穿鞋子，另外一只脚大赤脚，看到这么个样子，这一核对呀，这个时间呢，哎，正好是他下葬那个时候，哪有这种事情？啊，我们把坟墓打开来看看，啊，把他的坟墓打开，棺材打开，果然人不见了，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证明这个人见到大摩祖师是真的，不是妄语。啊，大摩是菩萨再来呀，所以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是不是菩萨再来，游戏神通啊，我们凡夫不敢推测。啊，这都是念佛人走得这么自在。啊，走后有这个神迹留下来给我们看。啊，虽然在生前没有说清楚，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这个迹象，心里要求。啊，至少证明念佛法门之殊胜不是假的，死生大死啊！中国古人讲五福临门，五福最后一种就是好死。那死的时候瑞相非常好，为什么？你来生决定不堕三恶道。那死的时候恐怖，啊，恐怖，这个身体会僵硬，啊，恐怖走的会僵硬，安详走的身体是柔软。说明他走得很欢喜，走得没有恐怖这个忧虑，没有恐怖忧虑。我们在来佛寺三个人身上见到了。海清老和尚1991年往生，82岁。留下肉身，那佛门叫全身舍利。啊，海贤老和尚去年2013年112岁，啊，他们走都是安详自在。为我们实现的啊，尤其是112岁的海贤老和尚啊，走的当天白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工作啊，整地拔草浇水啊，干了一天的活，晚上天黑了，有人看到了，老和尚可以休息了，天黑了，那他说还有一点点干完了，我就不再干了啊。别人听到好像普通的话，没有想到
那天晚上他就走了。啊，所以才知道话中有话了。啊，临走之前干了一天的活，是说明身体健康，没有毛病啊。没有人想到他会走啊。啊，健康状况很好，头脑很清楚，一点不迷糊。啊，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正干。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我们从这个光碟上细心去观察，啊，看一遍不够，我劝同学每一天看3遍，看1年，看1000遍，把它当作无量寿经的总结来看待。啊，无量寿经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在这个光碟上全显示出来了，他做到了，那就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啊，诸位细心去看，越看越有味道。真难得了。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听人讲过经，他也没有念过经，他就是一句佛号。啊，幸运之名这4个字，他100%的落实了。这个落实功夫可不得了啊。啊，你们问我，我的看法，我这个碟看了30-40遍了。啊，一个真正具备真诚清净、恭敬，啊，具备这种心态，念这句佛号，我们相信3年，往生的条件就拿到了。啊，肯定念到功夫成片。啊，这不是很深的功夫。这是很浅的功夫成片，就是你心里头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啊，海贤法师20岁出家，师父教他念佛，那么23岁他能不能到这个境界，肯定难啊。那由功夫成片向上升，提升，提升到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要多长时间？3年到5年。功夫成片，就能自在往生。你想什么时候去，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你。啊，寿命，寿命可以不要了。啊，向上提升，那等于阿罗汉了。啊，再向上提升，理一心不乱，破一品无明，
这一份法身，这个境界跟六祖慧能相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需要多久？也是3年到5年。啊，我的看法，他在40岁前后就达到这个境界。啊，随时有人问他，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容易啊！什么都知道就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啊，不说。啊，他这么长的寿命，我不相信是他自己报得的寿命。寿命为什么会延长呢？佛加持的。啊，为什么加持的？因为他老实，他听话，他真干，让他来表法，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动乱不安，真正修净土，那就跟他那样学法。啊，你看，没有明文理呀，一生吃的是苦，穿的是布，啊，住的这个小庙没人要，啊，送人家人也不要，平安过日子，啊，自己耕种，啊，开荒。乡下旁边这些土地都是没主的，啊，他把它开荒开出来，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天天干，他非常勤快，又有体力，啊，开了100多亩地呀，小庙才4个人，有5亩地足够了，啊，就能生活得很舒服了。100多亩地干什么？还有乡下还有很多贫苦的人，没饭吃的人，他供养啊，他供养成千上万的，啊，这些穷苦的人他照顾。菩萨了，布施波罗蜜，啊，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禅定精进般若波罗蜜，他全做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生持戒念佛，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字字句句跟他对照，哎，都能在他身上发现。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他给我们做证明，这个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他，有人问他了，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讲什么？那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初祖慧远大师，东晋时代，他一生见阿弥陀佛4次，证明了《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员工见过4次。那我们要问海贤老和尚，你92年见多少次？啊，我的猜想不会少过10次。他对极乐世界很熟悉，
跟阿弥陀佛像老朋友一样啊。啊，他说了，每一次见佛都希望佛带他往生，那佛不带他去啊。啊，为什么呢？叫他表法。啊，留在这个世间表法。啊，表什么法？我们看见了，表这个法。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啊，就这本书，有几个信徒带到山上，送给老和尚。那我们要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他不会看的。所以老和尚问他：“这什么书啊？”他们把这书名字念给他听。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老和尚听到这个名字，非常欢喜，那个欢喜的态度就好像念念想宝贝，想了多少年，豁然见到了，啊，用这个话来形容他。老和尚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你们来替我照相，就表这个法。啊，这个法什么意思呢？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经《无量寿经》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二个表法印证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真实可靠。那《无量寿经注解》里头的第一注解。第三，为我们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依这个经、依这个注解修行，没错。啊，让我们增长信心。啊，坚固愿心，像他一样。将来必定见佛，必定往生，来表这个点。啊，所以第三天他就走了，阿弥陀佛就带他走了。啊，所以表什么法？就表这个。啊，现在在国内在海外有很多人对这个本子反对，认为经不能汇集。啊，荣宁法师编这个书，弘宁法师大概有十年了，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说明汇集佛经古时候叫合经，很早就有啊。啊，你要以为汇集无量寿经啊，宋朝王龙书居士那是很晚很晚了，在这个之前这事情很多，而且很多收入藏经，祖师大德没有反对啊，都承认，怎么可以说汇集是唯经？这讲不通啊！啊，这些证据澄清，汇集是如理如法，是时代的需要。啊，现在科技发达。人基本上来说丧失信心，学佛学儒
学道，学任何一个宗教，头一个条件就是信心，决定不能怀疑。啊，有怀疑，有夹杂，你研究的经教是你自己的意思，你不能了解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实意啊，这是很大的机会，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科学可以怀疑，主张怀疑，怀疑能发现问题啊，在追踪研究，把真相找出来。佛法不是的，佛法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没有瑕疵啊！世间一切法，包括科学，从阿赖耶流出来的啊，跟从自信不一样。一个是妄心出来的，一个是真心出来的，真心怎么可以怀疑？啊，所以佛法的沉船越来越困难了。啊，修学的人必须有这种禀赋。啊，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这个三桩事情古时候从小就教，就古时候这样的人多，现在没有了。现在从小就教怀疑啊，小孩对父母怀疑，兄弟怀疑，对老师怀疑，怎么办啊？学科学技术没问题，学圣贤教育，这是大机会，入不了门呐！啊，越来越困难了。老一辈的凋零，我们接不上。我们自己没做到啊，但是传统这一些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我们还知道。如何让这种方法、理念再找回来？啊，那这个必须要通过实验。试验有效果了，大家就相信。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那就是什么？寻求开悟。从理上讲，这是每一个众生的本能。啊，我们老祖宗说人心本善，还把它写在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美的词。啊，就是它太好了，没有丝毫缺陷，圆满的大善啊，所以中国老祖宗说至于至善，是这个意思啊。至于至善就是佛法讲的明心见性，是一桩事情啊。本善就是本心
观经上讲的是行是福啊，止于至善是修德，那修行功夫是先作福啊，止于至善是先作福啊，人之初性本善，那是是先是福啊，本来是佛，现在我要想成佛，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啊，肯定能成就。你要走成佛的道路，成佛的道路这个经题上就说得很清楚，怎么成佛？清净成佛，平等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这就是觉字啊，清净成佛小乘，平等成佛是菩萨，大彻大悟成佛就是无上菩提人人能做到 啊怎么做？你就看题上，我要恢复清净心，恢复平等心。清净是定，是三昧；平等是大定。啊，到自性本定，人就开悟了，觉了。啊，这开悟之后，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第一个给我们做实验的释迦牟尼佛啊，想想世尊一生八相成道，他三十年菩提树下开悟，摄一切经，这一切经谁教他的？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这叫无私智，这叫自然智，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华严经上世尊说了一句话：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可以用这句话来注解啊，具足什么？具足如来智慧德相，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你只要从戒定慧这个方法，你就能证得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我们要把老祖宗这个方法找回来啊，所以我们想搞一个汉学院，规模不要很大，做实验啊，实验什么？实验因定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我实验这个啊。方法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不要老师讲的，完全明白。我要求自见，那还没有自见，功夫深度不够，到那个功夫自然就开悟了。啊，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实现开悟，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实现开悟。慧能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啊，他怎么开悟的？问题就他会学，
常会用，他听话。啊，教他什么，他就在上下功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到黄梅，清净无阻，无阻教他什么？他在黄梅八个月，啊，无阻教他冲迷破柴。他修行的道场在哪里？在对方，因为他是樵夫，啊，卖柴出身的，这个行业。抗战时期有，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啊，抗战期间，我们那时候住在城市，城市里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瓦斯。啊，所以烧灶，烧灶要烧柴火，有人山上砍柴到城里来卖，还有卖水。到河边上挑水，到市区来买，家家都要用。啊，所以很多卖柴卖水的都是老主顾，啊，他这几家他都包了，啊，这个小村小镇，啊，城里这条街，他能够看多少，他就包几家。啊，他每天来送，啊，收钱大概一个星期来收一次。啊，抗战时期那个时候的生活，啊，冲迷破柴可以成无上道，没听说过。啊，但是你有没有听说？大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哪一法不是佛？这哪一法不是佛法里头有没有说冲迷破柴例外？没听说过。那么既然哪一法不是佛法，那冲迷也是的，破柴也是的，问题就是你会，你不会呢，哪一法是佛法？你学化缘，学法华，学禅学教，学了一生没开悟，没有开悟就是都不是佛法，开悟就是佛法，不开悟不是佛法。那会讲也不行，要开悟才行。啊，没有开悟说的那个佛法都靠不住。啊，开悟才可靠。难呐，不容易。古时候祖师大德讲经说法注释经典的都是开悟的人，啊，不开悟不敢动笔，不开悟不敢开口啊，所以开口便错啊，动念皆怪啊，啊，不像现在人，现在人胆子大啊，不相信因果，古人相信因果，啊，你看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多五百世也护身。啊，所以古人开悟多，宗门教下，啊，大彻大悟是讲禅宗，禅宗之外教下，大开圆觉，啊。净土念佛，礼义行不乱。啊，我们看海清海贤老和尚，你细细观察，
啊，他们得念佛三昧，他们得一心不乱。啊，不得一心不乱，哪有那么自在呀？那生活多么艰苦啊！啊，他们每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这个没有三昧，绝对做不到。啊，《论语》里的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曰什么？法喜充满。啊，法喜从哪里来的？你所学的，已经落实到生活里头去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佛法。啊，佛法是什么？《金刚经》上两句说得很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心就是表法。老和尚不说法，我完全做出来给你看。啊，会看的知道，不会的他没有看出来。啊，他不晓得，也不许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懂。啊，无助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啊，身心是把大乘佛陀的教诲完全落实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全是的。他怎么会不快乐呢？啊，身心健康，112岁不要人照顾，生活自理。啊，还每一天到田地里面去工作。啊，不疲不倦呐，这是定功，这是精进波罗蜜。啊，学佛的人要用他们做榜样，个个都成无上道，所以无论什么环境。会都没有障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不会的处处都是障碍。啊，我们的细心去体会。啊，他这个样子做得真好。啊，真正是做到究竟圆满天衣无缝啊，他会看呐、啊。啊，我在此地再把无助身心重复一遍，提醒同学们：无助就是心地清净，啊，清净平等觉是无助。啊，身心就是做出好样子来，普度众生。啊，在今天让一切众生对正法生起信心、愿心，啊，一向念佛求生净土，功德就圆满了。不生别的心呢，就生这个心。啊，让众生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产生信心、愿心、念佛心、求往生的心，目的全达到了。所以
两途道士，极乐世界的道士阿弥陀佛，娑婆世界的道士释迦牟尼佛，两途道士，设方如来，真的不是假的。弥陀经上我们看到六方佛赞，赞叹释迦弥陀，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讲十方如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诸佛如来，这就是身赞身啊，佛赞佛了，菩萨赞菩萨了，佛法就兴旺起来了，社会才能够安定和谐中国古人所谓的家和万事兴，中国古人，我们细心观察，确实有很多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来实现的为什么他用中，他用猴中猴都是佛法的精髓，佛法讲中道，佛法讲六合，我们净宗学会早年在美国成立，提倡修行的基础五个科目必须要修的五科，第一个三福，敬业三福是我们指导最高的原则必须遵守不能违背第二个叫六合，三福六合，底下三学六度，三学是戒定慧六波罗蜜，最后普贤心愿就是十大愿望，很简单很容易记住要求我们在生活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那么三规五戒十善呢？这个通通在三福里头。这个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四绝。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道教的；修十善业，佛教的。所以我们这第一条用儒释道，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奠定基础。这是世间善法。佛经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这就是条件。这四句没有做到，不能是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四句通通做到了，也就是《弟子规》落实了，《感应篇》落实了，《十善业道》落实了，这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啊，然后第二福提升，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众戒里面，至少我们要具足沙弥六仪。啊，沙弥十戒，24门威仪，我们不能犯。啊，然后再提升，真正学佛了，大成了，发菩提心，以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啊，这最高的指导原则。啊，读诵大乘就是大乘经里头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无论选在哪一部经都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只要选一样。为什么我们这用意啊，是用读诵修禅定啊，84000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门道太多了，修什么？修的是一桩事情，就是禅定，所以他没有高下啊。那么我们就问了，慧能大师在黄梅8个月修什么？修禅定，用什么方法修？冲迷破柴啊，冲迷破尘，这是劳力的事情。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修的人就开悟了。啊，不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不分别，尘沙烦恼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放下了。干什么都行。他真修啊，五祖当时门下没有一个开悟的啊，啊，禅堂参禅没有得禅定啊，没有得定啊，讲堂里面讲经没有开悟的啊，啊，所以五祖叫他用这个方法去求禅定。这个道场里只有五祖知道，六祖慧能自己知道，别的没人知道啊。所以他想看了8个月，大概差不多了，功夫成熟了啊，这才宣布传法啊，传一波啊，让大家都做一首偈子来送来看看啊，如果见性了啊，这个一波就传下去了，立他为第六在祖，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境界写出来啊，让老和尚印证啊，3天没有人敢写，这就是没有自信心啊，逼着神秀写一首偈啊，神秀的手机是逼出来的，我们在坛经上看得很清楚。啊，自己没有信心，不敢送给老和尚，贴在墙壁上。啊，等老和尚看见，赞叹说好，自己再承认。如果不赞叹，摇头了就算了，是这么一个心态啊。没怕我啊，慧能听到人家传言说这首偈子，念这首偈子啊，他就要求别人
带他到贴祭子这个墙上啊，带他去看看。啊，他要顶礼，啊，也修一点福。坛经上这一句话里头有意思啊，有什么意思呢？从这一句话里头可以看到，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老师，你看这个道场里面去了，他都不熟啊，讲堂在哪里不知道，禅堂在哪里不知道，他只知道对方，对方是他的工作的地方，每一天冲于破宅，从这看到老实人呐、啊，哪个人八个月了，环境还不熟悉吗？还不到处去走走看看，不都熟悉了吗？从这一句话看到老实人啊，所以他能得定啊，他能成就啊。那我们看东西看得仔细啊，看出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啊，他这八个月确实一分一秒都没糟蹋啊，用在哪里呢？就是无住圣心啊，他生的什么心？他生的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生的是这个心。那无住呢？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冲迷破柴，是五祖教他的，那就是戒律。你要认真干，同时呢，这个工作是布施，供养大众，修福啊，啊，学佛不能没有福报啊，啊，修福。每一天这样工作啊，很辛劳，他个子小啊，重量不够，他找几个大石头绑在腰上，增加体重来他的啊，这都是忍辱波罗蜜啊，精进波罗蜜，不懈怠啊，不偷懒啊啊，工作很勤快啊，所以你再上看他修六波罗蜜啊，法门微妙，别人看不出来，他在这里居然修成功了啊！什么成功呢？执着放下了，分别放下了，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最后无明烦恼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是无明烦恼，放下了啊，这就功德圆满了，等待老和尚印证啊，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老和尚不说话。等到他达到这个境界，老和尚宣布了。啊，你看他到这个神秀贴祭子墙壁这个地方拜了三拜，跟人家讲他也有个秀气。啊，他这个祭子把神秀祭子盖了。啊，改得对，这一改之后，大众非常惊讶，传到五祖耳边，五祖这一天赶快出来
啊，拿着草鞋把这个戒指擦掉，告诉大家言未见信啊，大家心才平复起来啊。第二天巡聊啊，到对方问他，看他聪明，你熟了没？早就熟了，有钱晒在还没有晒。这个话是禅机，别人听不懂啊。这个晒就是要得祖师印证就牵着这个了啊。五祖拿着拐杖地上敲了三下走了，这就是三根着戒啊。三根他果然去了，看到方丈室门一推就开了，里头没有人啊。五祖看他来了，跟他讲金刚经大义，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说了五句话，这个五句话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就是他被选中了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他现在真相了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一切法，一样不欠缺啊。所以一切法从自信变现出来，自信是一切法的本体啊。会的人就从相上就见性了，不会的人永远看不到自信。实际上自信就在相中，相跟性柔合在一起。你要知道哪是性哪是相，相是真假的，性是真的啊。相有生灭，性没有生灭，相有形象，性没有形象，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第四句，本无动摇，自心本定啊。动摇的是妄心，不动摇的是真心，所以自心本定啊。要在相上不动不摇，你就见心。我们见相心就动了啊，见相起起心动念，跟着分别执着，这就造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他不造业，为什么？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可以享受这个境界，他不执着啊。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知道清楚啊于一切法当中啊，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法身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全教菩萨，没有见性的菩萨啊。别教里头是住是行是回向啊，别教的三心啊。那么真正能做到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
这是二乘。阿罗汉辟支佛，啊，别教里面是行为的菩萨，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啊，所以认识字不认识字，有没有学经教，真的那个不重要啊。世尊49年讲经教学，完全是对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用这个方法教他们修禅定啊，所以教他一门深入，尝试选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我们今天要把老方法找回来，希望呢有一些年轻人试验，10年8年真开悟了，现在人才不相信，才知道中国古人有真智慧，有巧妙方法啊，能够超越今天的科学技术，科学达不到，我们能达到啊。你们今天量子力学所发现的没错，跟佛经讲的一样，但是不得受用，那那么佛法入这个境界的受用，什么受用？六种神通出现啊，今天科学家没有神通啊，虽然发现阿赖耶的三细相，这不是简单事情啊，这个肯定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六神通具足啊！啊，科学是用机器这个仪器，精密仪器观测出来啊，不是用天眼、法眼、慧眼，不是啊。啊，中国人不需要仪器，不需要机械，完全用定功啊，用清净心，用平等心啊，用清净心的是小乘声闻缘觉啊，用平等心的是菩萨，用觉心的是化身菩萨啊，这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二乘啊，大乘菩萨后面觉是化身菩萨，那完全不相同啊。帮助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证得无上菩提智慧神通能量，都跟诸佛如来平等，这是一切诸佛本心本愿什么方法能做到？念佛方法能做到。你看来佛寺的这三个不是平凡人，他们三个从一句阿弥陀佛做到了，它不是一部经呢，啊，秘诀
就是转移，心要转，心要一，一念不能有第二念。一念是正念，二念就是邪念。那我们的念头太多了，千千万万，数不清的杂念妄想。那杂念妄想，自性里头没有，这都是阿赖耶的事情。阿赖耶迷了才有，觉了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走觉的路，不能走迷的路。啊，那么念佛是直接走成佛大觉的一条路。那我看到欢喜，就是来佛三位表法的修行人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他们就是一句佛号，你经都不要，啊，一句佛号就成就了，而且是圆满的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啊，我们要会看，我们要会学。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弥陀无尽大悲四十八愿流出来的方便之极，没有比这更方便了。一句佛号，心愿受持啊，再找不到比这更方便的了。利用难思，用是作用，力是能量，不可思议。往生到极乐世界，不管是什么品位，啊，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即使同居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什么叫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法身大士啊，啊，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心成佛，都到这个等级。啊，极乐世界名义上有四徒三辈九品，实际呢平等法界。啊，有这些名称是说不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是这个境界。可是一得佛力加持就平等了。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这一家了，我们不能不去啊。凡身起手，立顿居皮，六
三乘圣者，知道这个法门，没有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前面我们报告过，为什么等觉菩萨还要去啊？到极乐世界去参学。有一些常去啊，参加阿弥陀佛的法会，有些呢，用现在话说，都移民过去了，常住在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不殊胜，为什么等觉菩萨会去常住？值得我们深思。啊，法身菩萨愿意去往生，等觉菩萨愿意去常住，一定有道理。啊，那个里头微妙殊胜，我们不知道。啊，看到这些人的行为举动，我们就应该想到下至无逆受，这给我们信心。恶鬼出生，但能发心专念，习得多土。那我们今天比十恶五逆要强啊，比恶鬼畜生也强啊。啊，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后面这两句，这一句，我们能不能发心转念？万缘放下，真真放得下。啊，真心，真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的接着念，啊，那么这样的人习得，每一个人都得多度啊，一个不剩的。广披一切含念，普惠真实之力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普遍的，会是给我们啊，阿弥陀佛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在这个世界给你金银财宝假的，为什么带不去啊？无论给你什么，你不能离开六道轮回，都不是真实的利益啊，能够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利益也比不上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
才真正是事出世间最真实的利益，第一利益。大恩大德，我们怎样能体会到？很多人呢，读这个经文，随口划过。首先要知道，我们无始劫以来，无量劫，生生世世在六道里搞轮回啊，苦不堪言啊！六道里头，你要问哪一个没有当过天王？哪一个没有堕过地狱？只要在六道，六道通通都有份啊。就是出不去啊。贵为天王，福享尽了，物业先前又下来。下来罪受满了，他又升上去了。这是六道生死轮回，干这个事情毫无意义，苦不堪言。那今天有人来帮助我，不但让我们能脱离六道轮回，还让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恩德多大。六道十法界里头还有比这恩德更大的吗？没有了。知恩才晓得报恩，佛菩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不知道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也不知道啊。哪些人知道的呢？老实听话真干的人知道，知道的人都成就了，这就是报恩啊。来佛寺这三个人都是最高品位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是真正的报恩者，知恩报恩的人啊。啊，弥陀的大愿大力我们也不知道，啊，谁知道？诸佛如来知道，化身菩萨知道，化身菩萨特别是八地以上。所以文殊普贤观音释迦弥勒菩萨这些人都往生在极乐世界。那为什么他们知道？我们要怎么知道？记住古人的一句教诲，
常识熏修，就知道了。啊，这个经本念上一千遍就知道了。为什么？心定了，心定能开智慧，智慧能知道这问题。啊，没有一千遍，我们的心是浮躁的，定不下来啊。耳闻靠不住，耳边风啊，一转眼忘掉了。啊，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要求学生要读书千遍。为什么？千遍他得定，得三昧，得三昧之后依旧还是千遍，就会开悟，就这么个道理。这个道理跟方法外国人不知道，我们跟外国人谈到这个，他摇头，哪有这种事情，不相信啊。啊，不相信不能怪他。啊，为什么？他们的老祖宗不知道，也没教过他，从来没听说过。啊，这个东西只有中国有，只有古印度有，印度现在没有了。啊，我们想把它恢复。啊，找几个人来做实验。啊，一部经你念上十年，看看你得不得定，开不开悟。啊，我们对古圣先贤，对老祖宗有信心。啊，坚固的信心支持我们，我们来干这个事情。啊，你看海贤他们几个人就一句佛号，没有第二个念头，哎，他就能开悟，他能得定。我跟诸位做报告的时候，啊，功夫成片，刚刚得定，很浅的小定，啊，四意心不乱，小乘的定，声闻缘觉，理意心不乱，大乘菩萨，化身大士，没有别的，用心专一。啊，一定到大彻大悟之后，怎么样？广学多闻。啊，没有到开悟的时候，不可以，一定要修定，离开不了悟。啊，广学多闻，你所记得的知识，不是智慧。啊，记问之学是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后遗症。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现在西方教育全是知识，完全是用记问。记问之学，你看中国论语上说，不足以为人事也。中国人要求开悟。啊，释迦开悟了，跟我们说出这么多经典，没有人教他。慧能大师开悟了，别人把经典念给他听，他倒过来讲给他听，帮助他开悟。
所以度生大用，微妙难思，如是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净宗这一句名号是究竟方便里面的究竟方便，我们一定要珍惜，决定不能错过啊！希望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啊，真正干，真肯干。宋朝迎客给我们做例子，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请来了，啊，那个也是破斋犯戒，造作很多罪业，啊，他都能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没有他的决心，心愿比不上他，他真心真愿。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